15场比赛。表哥刚才被对方打的也是比较惨，现在比分差距了5分差距，比赛规则是抢十的，抢十规则。大表哥首发是安迪，对面首发是选的罗伯特。好了，再往前推一下，空中跳的压制，对方起身，哦，日的好重，这个升的好快啊！发现没有，罗伯特这个升龙，小跳重腿跳出升空，马上再接一个眼角。前并没有打确认，大表哥跳进重腿压力下，哎呀，詹玄没连上去啊，卡了吗？延迟只有53毫秒。哇，又是个重的旋风脚。清洗没什么好清洗啊。什么时候放小孩对日本的 M 大使？这是直播啊，这不是放啊。最近天天失误啊，不是最近啊，今年就是拳皇失误了。今年你基本上看不到酒吧了。大概率没有人，现在都在赞助十五了。之前的所有的赞助老板都在赞助拳皇十五，赞助2000的现在也都开始赞助拳皇十五了。现在十五的赞助都已经排到下个月了，拳皇十五赞助都已经排到下个月了。这个其实就是大事了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拳皇十五，这个就是大事了，历史的洪流啊。就想看小孩给日本 M 打 M 大使的，你来赞助啊，既无心何来情，你可以赞助，你赞助就可以打了。杀青脚清洗的力量不够，好了，咱们回头看比赛，左边是大表哥，右边是日本的 M 大师。 M 大师的温妮莎确实给大表哥今天晚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他的德鲁伊斯现在还剩下两个的血量了。好，顶点取消，没有，留着个气准备打对方的 King 啊，完了，下不来了。现在97都不看，只看15啊。97也是好游戏，但是你看了20多年97了，可以换换口味。也不是说一定要。现在是日本 M 大师的赛点局啊，对方的温妮莎给大表哥打的也是不要不要的了，加油吧大表哥，大表哥能不能过五，朋友们你们觉得能不能过五啊？感觉这个跳入好稳啊，表哥都不防着跳入的吗？哇靠，这板边的 CD 打完之后弹反之后叠加，哎呀，太帅了，我要练罗伯特。哎，老徐有社保，想赞助联系主播就行了，联系我就好了。看了两个多月红中了，其实真的是感谢你的支持，今夜你会不回来啊？表哥换上了克里斯，靠，罗伯特这个下重拳打这么远的吗？哥感觉一个身位打到了，
想压逆向重，腿可惜呀、啊，又压远了，压不到，又没了。圣龙直接取消了龙乱舞，圣龙一段取消龙乱舞，这叫一个疼啊！这对下段其实能力太痒了。摸到打太 M 大师首发，哎呀我去，德罗雷斯加油，德罗雷斯干他，好，拿下。对面一挑三的梦想破灭了，对面还有两管血，大德哥还有一管血。欢迎七路，欢迎123，欢迎白羊座，大家晚上好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场比赛，是大表哥对战日本 M 大师，尼美再次出招打头技，好疼啊，好疼。温妮山现在被封到板边，对方废掉一颗气，赶紧脱离德罗雷斯的压制。欢迎俊上兄弟回家，欢迎菲尔林，晚上好。那么现在对决来对一批大表哥对战日本的 M 大师， M 大师又把这表哥扑空了，吹飞脸，咱们压起身，小熊重拳，大表哥赶紧 AB， 可惜这 AB 又被他抓了个中断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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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方要上大招喽，哎，断连了。 M 大师刚才是想连，但是连慢了，前程抓一个头技，结果大表哥哎，头都被打肿了。